大家好，我是夜巨龙，迷幻幻魔兽世界。影片开始前，我把这一集的天赋、特质、精华以及整体数值陈列如下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接着来啊，这把就来打一场，来谈一场 PK 的。这个触手卡视角有用吗？我不知道，没试过。不知道可以控啥？可以控。我离太远了，控我打不到。你们下来记得开减伤哦，路上全部都是死。看到了。干，这软泥跑得太快了吧，我根本没办法风筝啊。先不要出去哦，先不要出去哦。我让普斯奶我一下。哦，出去也是可以啊，应该不会进战斗吧。哦，不会。
西。应该可以吧？应该可以啊。放心。但我声音会太小声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对，有没有测试？对，因为刚刚喇叭，我的喇叭跟麦克风突然断掉。放心。这里也行、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好好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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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耶， yeah, 这个也是可以的、啊，老实说，这没问题，因为这三只本来就是要打。OK。我刚以为是死在那个上面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说，哦、你们怎么那么狠，让他死在上面？海波风暴。哎，对不起。这个死打根本起不来啊！真的没钱，这个死打有跟没有一样，起不来啊！
积木，你误导流招，从怪出来再帮我误导掉。OK。3, 2, 1。第一下我晕。好，他自己解，那就没事了。只是你有什么晕技吗？哇！你有什么晕技？我完全听不到你的声音啊！哇，我有晕啊！不是，我说你有什么晕技？有，有。那等一下吧，等一下。那如果我没晕的，就你晕，就这样。他离我有点远啊。我说，如果我没晕，你再帮我晕就好了。不知道，我也稍微慢了一点。下一个你帮我晕哦，芝芝。哦，啊，结果小怪出来了。晕屁呀！芝芝娘几把，你在里面没有人救的，哎，打得到吗？打得到吗？打得到就救他。宠物在帮我打。看你掉了那么，刚好都在那里。如果还有一个的话，我就踩。放心。哎呀，太慢了。放心。哦，我打到后面的，没事没事，然后后面的一起来就好。你们帮我断叉叉。放心。
可以点球吗？反正在这可不可以点球不是重点，我比较希望是他可以躲那个电流狙击棒。如果他可以躲电流狙击棒，妈了，我就打啦。可以啊，好像可以吧，好像是双跟水可以躲，我记得好像可以，好像。Three, two, one.直接跑，对，不用打，不用打，不用打。还是要打哈，不然我没办法跑。然后打一下后面的这一段。哎呀，我被我自己的眼睛弄死了。哇，四成啊！捡球不行啊！我是说那个什么，那个电流狙击棒。你要偏哪？都可以，这边都可以。那你要地球保证吗？你第一个填。那一只还是不要打、啊。哇，没有宝珠，没有宝珠，这只骷髅还是要打哦。
哦，干，我忘记，我忘记快死了，告别。拿来跳跳最后的地方就可以了。还是你们已经在玩球了？你们在玩球了吗？你看到了？在玩球了。有看到了看到了。哦、快丢快丢快丢猎人快丢！完了。我们这样会进战斗吧？对啊，进战斗了。保守护车，我们已经打小怪。哇，我又要死啊！跑跑跑跑跑！有我跑了，我跑了，我在后面。你妈愿意补我一下吗？磕进去了，后面来破吧了。你过来让我破，让我破啊！我进步射击了，退一下，安迪可以退一下。我看过坦克拿球，冲啊！我跟你讲，好了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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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室友。哎，那个不好说。哦，对，后面还有一个。啊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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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一只跟着打，那一只带。可以哦。我有范围了，我怕蜘蛛哦。OK， 那我们你要回来啊？妈的，光来蜘蛛，蜘蛛干嘛怕？蜘蛛没有小怪哦。我先说，他这样瞬移过来是没有小怪的，所以不用怕。哦，对，就是有我就是在看状况，就是看那个什么状况，所以我决定。3, 2, 1，帮我打另外一只一下。我来了。3, 2, 1，
你们都没断嘛，我断，然后下一个刺刺。好，然后下一个积木。我算错了。你算错，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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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一个我，下一个我，下一个我，好，下一个我。好，然后下一个刺刺。赢哦！刚刚没到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快快快快快快！哦哦，哎哎，他没拉吗？用光了吗？不可能啊！用光。不可能啊，还上次没有没有用光，没有用光。对啊，拉起来，拉起来，抢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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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趁金子。拉补甲。哦，好好好，那你赢了。啊！不要 AD 知道那个东西。那是我的。刚刚他已经在 DPS， 然后没有闪避。安心。我能不能再靠近一点？强化之后，就是强化之后，吉姆，你帮我误导一波过来，好，一波一波就可以了。对，等守护等下来，咱们就是解，哎，一只眼 ，OK， 打打打，可是很辛苦。加一呢？加一吧，不是不要倒，不是不要倒，不是倒了，我们就喷啦。多拉球回来了，那就等一下摸个一波，这几次打死看到一百发就爽，我抓着就可以了。这只骷髅打掉就可以了，这只骷髅打掉就可以了。好，可以打那个妖妖夫精。